所以这是个矛盾，是我们练拳处处都有矛盾。哎，越说哎，他凹进去了，懂吗？但是你也不能说是凹到什么时候为度呢？你也不能给一个标准，因为有胖的，有瘦的，对吧？凹到什么时候为度？凹到不觉屁股就为度。哎，你这不决定了吗？这不行，这你凹的不行。哎，其实他俩是个矛盾。说你看我这个地方啊，八一走，哎，这地方你起来的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你看你把这个地方往里一窝，你看他屁股就起来了。所以这是个矛盾，是我们练拳处处都有矛盾。说你在这个位置看呢，这个劲儿往这儿走，这个劲儿往这儿走，你在这儿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小的那个阴阳，对吧？哎，你这里面就要找啥呀？就要找它这种关系，这种关系。说白了，这个地方就像上发条似的，你看这个往下抖，这个往下抖，这上发条这发条上上一块儿啊，嚓，看着弹出去。就是这么点东西。